哦，这一次想要再来一颗，展子贤就掌握住了，打出了一支中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。一方面是这个球也比较靠近红中一些，对，算是失投。五局啊，所以本季的总投球数现在已经突破150大关。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，国田信追过去，这球欧把了。詹子贤已经绕过三垒要闯本垒了，许基宏刹车。这一支二垒安打是带有一分打点，中信兄弟很快的在六局上半也做出了回应，追成了2-2平手。5-6棒，詹子贤跟许基宏连续的安打串联，而且许基宏这一棒还是把这个低球扫成了长打。哇，这个球那么低的，还被他扫那么远了。这球只能说武夺其实没有失头啊，但是许基宏打得好啊，没话说。而且现在一出局，德典轩还有跑。我是短金，请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